大家好，最近很多人都在看《西施秘史》，那么我自己呢也在看，于是呢我就是从网上找了一下，发现呢没有真正的全集。今天呢，我就找了一下午的时间，终于呢在一家网站上找了这个全集。大家把这个网址记一下，网址是94905.com。那么咱们直接打开这个。浏览器在这里输入94905.com。打开之后呢，是一个天天影院的这么一个网站。那么这个网站呢，有很多热门电影，有这个《逆战》《蜜桃成熟时》，还有《饭局也疯狂》，《我愿意爱豆》。然后呢，下面是这个电视剧，《乡村爱情》，怪侠欧阳德，还有《樱桃》。这有一个西施秘史，咱们点开。然后打开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提示，观看天天影院的影片需要安装一个播放器，那么咱们直接点击这个下载一或者是下载二。点开之后呢，弹出来一个对话框，那么咱们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。然后咱们回到桌面，这个呢就是我刚刚下载好的，咱们打开。下一步我接受，然后一步步的安装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这里已经安装好了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咱们试着播放一下。也是我，用扶持千庸逼迫王后答应的臣，所以这件事只能由我一人承担。我对未及驾驭、知而不报之事，相国也能承担吗？我现在别无他求。只是怕柳儿受到牵连。好了，那么大家下载看就可以了，记住那个刚才的网址94905.com。好，再见。